《涅盘经》第三十页，三十一卷里面说：“戒以一切善法替灯呐。”这个戒是什么？戒是一切善法的楼梯。是垫脚的，目的是步步向上提升的。啊，经宗，我教同学，迷离同学，我们把自己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之外一样都不要啊，心里是佛，眼睛看到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，这不是比喻，不是妄想，是事实真相。一切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本来是佛。我们现在更进一步，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万法皆是阿弥陀佛。心目当中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你能不往生吗？你能不成佛吗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以这种心去持戒，以这种心去修善，以这种心去断恶，去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是圆满不思议的功德。又璎珞本业经下句，这里都有说，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，以心为本呢，住在佛家呢，是一切为本。这句话重要啊！啊，佛法在不在这个世间，就看我们的心性与这一句话相不相应。啊，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，这就是初学佛法。初学佛法是以心为本。啊，所以讲经说法对初学那个目标，就是让他对佛法生起信心。